咁樣編埋啊！阿監製話你好邪啊！咁啊，我哋今日其實最主要任務咧就係嚟啊！咁少唔夠啊！咁加多啲華生啲落去啊！嗯、但我知道又唔會同班僆模去近啦，即係第一次見到係幾多歲？啱啱氹我講下講下，跟住你本書今次咧講咩內容㗎？裏邊恐怖嘢，可唔可以透露少少俾我聽啊？